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写过很多剧本，看吃烂的剧本太多了，看这个根本就看不下去。Her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we learn in near native Chinese. 第一个，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子鼓励爸爸？这是他写的第一首诗。又得意洋洋，得意洋洋，点头告诉他这首诗确实是我写的。可以读一下，找出来。